一定蹲点。因为上人他的心愿就是很想要翻转佛国嘛，然后可以把正法带回去佛国。从2022年的年底开始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是10月31日，就是踏上佛国这一片土地哈，就是来到尼泊尔。那最基本的，我觉得就是给我感受体验最深的就是天气，33度、35度，我们都已经觉得受不了。但是在尼泊尔的话，我们经历过就是41度、42度这样子的热天气，那个真的是很难形容。第一批的年轻人来参与慈济的活动，在义诊的时候也非常的配合慈济人的一些需要翻译的工作。我们会看到其实年轻人就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是我们是以兰比尼这一边的那个年轻人来分享，其实就是他们的机会啊，包括他们发展，或者是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是他们的继续升学就读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兰比尼它不是一个很进步很发达的一个城市，所以会看到这些年轻人哦，他们很想做一番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限制哦，让他们觉得好像也很无奈呀。他们只要一长大一成人，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国打工赚钱啊。像马来西亚就有很多尼泊尔的外劳过来，所以他们对教育普遍上都不是很重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框框哦，因为自己曾经是慈青，20年前的慈青，然后也因为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通过以往的经验哦，也在兰比尼这边也带动当地的这些年轻人。5 years later, after 5 years, really? 我们觉得是虽然很难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努力咯。This is why we need all of you. You are the future of the all. Because all of us are here temporarily. We can't come here forever. We are here just for a transition. The future needs all of you to serve your own community. Understand?第一次接触当地的年轻人，是因为我们2022年11月4号到6号这三天，我们就是在兰比尼，因为我们有海外的医师，从新马过去的医师跟护士嘛，在进行义诊。但是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语言的障碍啊。即使我们的医师护士他们可以给予很好的 那种服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病人沟通，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团队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学院，就是兰比尼的库达巴嘎学院，想说要去召集一些大专生，他们懂得英文的，就是来为我们的义诊做翻译员。慈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医疗团队与尼泊尔的国家洗涮中心和国际佛教协会合作，在新成立的义诊中心举办了一场3天的义诊活动，共服务了3277人次。慈济的义诊活动为海外慈济志工在兰皮尼与当地年轻人接触开启了新的篇章。这些年轻人充满热情，主动承担责任，为家乡的乡亲们贡献力量。There is a health camp in our college, so we are
因为他的院长 Rambali 校长、哦、他也是目前我们教联会的校长，所以我们就正式走进他的校园去做爱撒的工作。然后那时候记得第一次爱撒之后，就是师生啊，总共有30位的师生报名要来承担我们义诊的翻译工作，所以30个，所以也是算蛮多的那时候哦。然后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慈济哦，然后看到慈济人从海外这样子飞过来、哦、然后也是还要自掏腰包这么远来到当地，然后为当地人来服务、哦、所以他们也是蛮感动的，然后就想说要继续参与慈济的活动，所以就从这里想说就要把这些年轻人跟他们就是集合起来。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边，没有港口，交通不方便，由于教育水平不高，无法引进科技和工业，大部分当地人都以务农为生。兰比尼它不是一个很进步很发达的一个城市，它算是一个小市镇，但是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兰比尼它是佛陀的诞生地，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变成兰比尼的年轻人、哦、他们发展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是他们的继续升学就读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会看到这些年轻人、哦、他们很想做一番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限制、哦、让他们觉得好像也很无奈呀、啊，还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尼泊尔的青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15至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9.2%，长期失业的青年比例接近27%，迫使许多人选择到海外工作，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外流的问题。普遍上和当地人他们对教育的不是很重视，包括父母可能对教育也不是觉得很重要，最重要就是你长大了你就是要想办法做工赚钱，因为即使你读到很多书还是你可以大学毕业都好，你也未必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这个是他们的看法。他们也知道教育很重要，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一条路上、哦、他们就是会很挣扎，然后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力气可能去争取他们可以继续升学的机会、啊、所以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框框、哦、所以我们觉得是虽然很难、啊、但是我们还是 要去努力咯。位于兰皮尼的库达巴卡学院虽然学费相对便宜，但仍有许多学生因为家境困难而选择辍学。院长拉姆巴里提供了16位辍学学生的名单，慈济志工随后探访了这些学生的家庭，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困难，重新回到学校学习。You are not alone. You have all of us, brother and sister, in over the whole world. We all of us will love you. We will send you, send a lot of love for you. Okay.
我们每三个月呢都会来跟他们来一次联谊，让他跟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协助，看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联谊哦，让他更了解慈济的事业了哈。我们先做一个分享了，而且呢，他们也承诺了，说是如果以后他们能够毕业出来呢，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馈他们的社会，能够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Love in her, you will be loved by all. From this gathering, we can learn that how Suzy is helping to us. We don't have to be think that Suzy have a lot of money that they are serving to us. 眼前这位名叫罗比娜的女孩，是库达巴卡学院攻读工商管理二年级的学生，同时也是慈济移工代赈计划的人文老师。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促使他格外珍惜与慈济相遇的机缘。Rabina， 他家里是有七个姐妹，然后一个弟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来的。他爸爸是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比如说星期三或者是哪一些天有节庆的时候，他们就要出去外面摆地摊，所以他都是要去摆地摊的。甚至他还需要踩着一个老爷脚车去到印度去补货进货，因为那辆脚车真的是很老旧了的，所以有时候半路上还会脚车出现问题，要等他爸爸去救他。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了。Rabina 他会有一些埋怨的，但是跟慈济认识之后，他也是我们移工代赈的志工，所以在房事啦、医疗啦等等教育，然后下乡，他看了很多。长辈不允许那些女孩子去上课，要让他们去嫁人，然后就没有机会读书了。所以他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个案，他现在觉得他很知足，因为他可以还有机会读书，然后有机会在慈济的环境里面去付出，所以他现在是非常懂得感恩。Rabina， you want to take the lead？ 你比丫丫 ，OK。Actually, I just learn also the sharing with the Sufu and the Suku all were there. So they were share about their feelings or their memories, how they joined Suji. And I also get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Suji, very different than other INGO, NGO in Suji. I was doing my best,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I always try to do best and learn the things with the Suku and Suku.海外慈济志工常驻当地，给予当地年轻人真诚而持续的陪伴，让他们愿意走出来为社会贡献。同样面临家庭困境被迫辍学的阿玛凯什，也从这份陪伴中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然后这位男的那个 Amakesh 呢，他就是在佛教大学念书，但是我们认识他2022年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他已经是停学了。本来他爸爸的家境是蛮不错的，是做家私，但是就是因为 MCO 爸爸就是宣布破产，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升大学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很就是有一点自卑，然后也有一点放弃这样子。因为他从小就是在私立学校读书，都是讲英文的，所以他的英文基础是打得蛮好。然后那时候他是在一个堂哥的水果店去帮忙卖水果，然后就是启峰师兄就去跟他买水果，然后就跟他聊起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年轻人的英文非常好，就跟他说，哎，这样我们来这里，我们是慈济，我们是要帮助当地人，你要不要来帮助我们做一些翻译？然后他就很乐意啊。
然后他也是有分享过，他说他以前认为要很有钱才可以有能力去帮助人家，但是他来到慈济，他就是很意外，他觉得啊，只要我们付出一点时间，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的体力，然后或者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让慈济人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帮助人的使命的话，他也是在做好事。所以他对他现在这样子一个工作，他相当的认同，也很肯定自己。First, I joined Suchi as a volunteer, and when I joined Suchi, that time I went to many places with the charity team, medical team, and education team. So I felt very happy to help our community. After some times, I came to know about Suchi, that there is a Suchi club that you can join and as a student, and you can do more activities. And you can influence more students like you to do good works in your community. So I feel very impressed. Namaste. गर्भ अवस्थाको पहिलो महिनामा आमा आफ्ना बच्चाको जीवनको लागि चिन्ता र भय गर्न थाल्छन्।由全球各大专院校学生组成的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简称慈青，以学校社团为基础，筹办各种社区服务性活动，特别专注于教育和环保领域。他们以热情互相激励，与青少年一同成长，携手前行。More people, we do tori tori. Become what now?慈济它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舞台跟平台，让我们去跟更多更多不同背景、不同领域、很多不同的师姑师伯师兄师姐他们一起来相处。给这些年轻人，就是还没有踏入社会之前的一个大环境，去学习如何跟更多的人去相处，还有沟通等等的，就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也可以在这个慈济的环境里面一起去学习慈悲，然后自利利他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还有实际的这个动作。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还是大三学生的谢倩怡参加了槟城慈济的大专青年生活营，从此与慈济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如今站在佛陀出生地的她，深切感受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要有一点距离感。我站上去就是 ，We do the last thing like this。太靠近了。Very close. 因为自己曾经是慈青，20年前的慈青，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所以我们的执行团队也给予就是倩怡这里就是一个信任啊，就是希望也可以通过以往的经验也在兰比尼这边也带动当地的这些年轻人。因为从马来西亚的经验，我们会看到其实年轻人就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啊。那尤其是上人也有讲过，慈青就是慈济未来的希望，所以这一批的年轻人的一个培养跟栽培其实是很重要的。在马来西亚很轻松，因为我们都是讲同一个语言，也写得出，也看得懂，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是减少了很多我们沟通的那个障碍了。Yes. How you can remind to me? How you remind to me? Remind you? How we remember him? Yeah, remember. 但是尼泊尔他就不一样了，可能就是剩下那18%、20%才可以读到高中。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些年轻人稍微懂得英语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就是善用它这样子的一个才能啊，这样子的一个长处，才可以把我们要传达的一个讯息传达给更多的人。跨越语言的樊篱将这群年轻人凝聚在一起，并引导他们朝向共同的人生目标，是海外慈济志工肩负的重要使命。然而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要让这群年轻人理解并认同慈济的精神，所需的努力远超乎想象。城市的小孩2023年是第一年把慈青整合起来，所以2023年对我们来说，很多更多的时候应该是类似摸索的一个状况啊，大家都在摸索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带动这一些年轻人哦，然后没有真正的一个固定的慈青活动让他们可以一直凝聚在一起的，因为能力方面就我们需要有人来带动等等的，然后帮他们规划那些活动。我们在开始的阶段哦，能力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我们有再多的规划再多的想法，但是没有这些菩萨的出现哦，还是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啊。海外的慈青学长团他们开始很想加入，但是因为大家每一团来的时间，去到兰比尼的时间其实都不长了，就是7天到10天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很紧张，就是如何让他们这一些年轻人可以继续的保温下去。慈悲的心之间，祝生命。